万花井铁腕执法，硬起来强力取缔私娼。你是我朋友。万华警方硬起来，近日针对辖区内特种行业执行扫黄专案。近期发现部分外籍女子以观光名义来台，今天起步会很辛苦，那请大家再多多帮忙。当地入乡到一带从事私娼拉客行为，分别在中华路一段探中街出租套房内查获涉嫌媒介外籍女子色情应招站两处，近两个月来共计查获私娼41人。其中大陆籍有22人，泰国籍有4人，越南籍有越南籍有 passport。 这个没有了，他没有要去哪里啦？他的名字出生年日。What's his name? What's his name? 我一个人又没做什么呀。经依法裁处后，已请移民署遣送出境。突发中心台北报道。来爆料，每月有赏600,000，一经录用现报1000，照片1000，影片2000，每周点击率冠军奖10,000，月冠军再赏20,000。你敢爆料，我敢给钱。